成功了，那天门升起来了，我们做到了。失踪了，你们可以安心了。南天门重立，人族根基重立，从此南天域大道通天。为什么我感觉身体很舒服？是南天门发出的七彩霞光，霞光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。没想到这还是一份大机缘，快些修炼。该我了。南天门神辉仍在，这是收集了几十万年的本源光辉，拥有着神圣的力量，借此还可以为我打通被元神封印的混沌天脉。给我破！他这是在干什么？第一条混沌天脉开启，接下来面对那些所谓的至尊强者，我多了几分把握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公子变了？人心已经蜕变，也许我天门该做出抉择了。有异兆出现。方位，何人？何事？方位无法确定，但应该是那个人冲破了一条被我等禁锢的混沌天脉。无法掌控的最危险。查！速查！速查！速查！什么动静？好像有什么变了，但又说不清楚是什么在变化。至尊在上，人族皆为圈养在此地的牲畜罢了。待哪日至尊打破天人结界，全部给宰了。诸位，今日所见，今日所做，皆是因果。南天门立，大势已起，人族没有退路，要么抗争，要么灭亡。话已至此，该出去了。可是，至尊使者和金甲神将还在外面。今日高兴，便斩至尊使者庆功。总算是出来了。很好，都回来了，只是不知道谁能带回那人形的头颅。谁杀的任行，上前报功，本君重重有赏。耳朵都聋了，本君在和你们说话。任行的尸体在哪里？我在这儿。你竟然没死？此残其心好像有些不一样啊。你们都是废物吗？这么多人连一个都杀不掉。你们竟然对本君的话无动于衷，一个个都想反了吗？你们真是把我气笑了，一群蝼蚁猪狗一般的东西，竟然懂得以沉默来反抗本君。不知道这样会死人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你们如果还不动手，就全部去死，全部成为本君的血食吧。无赖。很好，终究还是有人识时务。这还真是出其不意，不过真的爽啊。你敢打我蝼蚁，竟然敢打本君。记住爷爷的名字，我叫张小狂，狂妄的狂。这下我算是在南天域彻底出名了吧。都得死。打你怎么了？我看你们都伏魔了，你们知道在和谁对抗吗？打的就是你。敢真金动手，把你活烹了。至尊是条狗，真君算个屁。至于你，真君救我。屁不是。杀无赦。天地拳。什么？这是无上威压，就是传说中的天地拳，那人的独有拳法。你就是乱世之子。本君的胳膊竟然被一拳轰碎了。至此，杀了他便是无上功劳，这份大礼要了。大礼给你个大逼都要不要。不愧是乱世之子，值得本神将用全力击杀你。至尊神召。这小子被至尊神召扣住，绝对跑不了。金甲神将，带我杀了这些血石补充一些元气，我们在一起杀了这逆世之子。小子，你叫张小狂对吧？敢打我，本君就第一个杀你。你颤抖吧。没跑，爷爷我抖一下我就是你爹。猪狗一般的东西哪来的力量反抗？给我死。垃圾废物蝼蚁，你还狂妄的狂，
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就是个笑话。小爹，跳梁小丑，还有你们张家所有人，本局会让他们世代为奴为牲畜，随时作为血食被我吃掉。住手！莫叔，你少爷。出门的时候你三舅老爷说让我护着你，绝不能让你有事。莫叔，你赶紧后退，你没什么修为，这不是胡闹吗？老不死的，你先死也行。莫叔竟然有如此实力，在我的印象中莫叔除了会做鱼，其他的啥也不会啊。我不是老不死，我叫老莫，会做鱼的张家老莫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劲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嗯，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。我靠的是抱大腿，嘿嘿嘿。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。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。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。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，圣殿刚。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盖世。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我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、周四、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